篮子前黄艳阳天，山花红似火，江水碧如蓝，一国纵然好，能不一家难。白发夫妻重结伴，娘啊，你我携手重游好河山。温站长你好。阿静老师好。啊，温站长你好。每次跟文站长一打招呼，他都老客气了，就永远叫阿静老师，就你别叫我老师，这个我不太习惯。那对面坐的三位也是老师，刚才在下面，我跟这个韩露有沟通，我跟他说，我说我挺你，然后韩露就说，是不是文站长唱得很好？我说唱得好不好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在台上带给我们那个份儿啊，包括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的沟通啊，这些都让我想挺你，对吧？一个站长多么的不容易啊，是吧？他在干着的是阻止人家烧麦秸秆的事儿，真的，一个地方的这个干部，你说多不容易，而且在台上还能展现出来这么好的。阿宁老师，我更正一下，那个。烧麦秸这是阶段性工作，我知道，只是一件，对对，一部分。我想说的也是这个，谢谢。就是说，我是说一个地方干部的不容易，其实因为这个跟他专业没关系，但是他还是要去做，为老百姓服务嘛，哈。而且在台上展现出来的那种气质，我觉得蛮好的，非常的儒雅，是吧？好，这个我们俩夸了这么多没用啊，评委老师喜欢才行。对对对，来，黄老师。应该说啊，文继林今天那个表现不错，因为这段呢，在黄梅戏里面啊，别的剧种那难度更高了。这个在黄梅戏里面，这样的男生这么大段不是很多。这个一般过去大家都说我们黄梅戏阴盛阳衰嘛，这个男演员的剧目啊，男演员的知名度啊都比较少，所以男性的唱段不是很多。但是很可惜的，这些年来，男的。声腔，尤其是大段的唱腔比较多，这一点我是还是蛮高兴的。还有很多戏迷来学这些唱段，我很安慰我。比如文继林唱这一段呢，也确实唱得不错。如果说挑什么毛病的话呢，应该说可能某些还是字，有些字啊。咬了前半截，后面就没了。上期节目就提这个事儿了，音包字，对吧？当然这个问题一时半时可能在地方口音比较重，我也忘了哪个字了。有些字呢，有的咬的有点过于松，但总体来说呢，整个的感觉还是不错，它很端庄，很稳重，很内涵，很投入。他站在这儿好好的唱，应该说总体上相当不错。谢谢黄老师。其实我记得上次说了您那个尾音的这个周赛的时候，说您尾音收的就是很随意，但是今天其实我还是有感受到，就是还是有些随意，但是有些已经开始控制了。所以我觉得真正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一步一步走，其实就是特别希望能够看到我们所有的戏迷就是说出一点啊，他自己有感受，然后他有变化，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好像每一步看到他们，哎，都会有一点收获，然后都会更好。而且今天我觉得整体这段唱收放表达的还是挺自如的，这是给我的感觉哈。然后不用说了，我们领导的气质啊，站到这儿，我觉得今天不错。谢谢张老师。啊，今天啊，通过你唱这段大段的这黄梅戏，这画家这个是黄新德老师的代表作啊，在舞台上看到了好多都是女的。包括中央电视台呀，我们河南台也是去参赛的都是女的，男的很少。但是今天啊，通过你唱这段戏啊，我都感觉咱黄梅戏的白马王子是有的，帅哥也是有的啊，真帅。今天啊，我感觉你的嗓子是没问题的，你的主要的问题还是你的气息的控制，特别是你在回忆的时候。在奔放的时候，你这个奔放的时候气息再冲一点，收的时候再收一点。另外的，你的那个小站那个站音，再突然收，就这个就揪心的那种感觉再来一点。因为什么？我感觉都非常好的，想让你再完美一点。
今天啊，我非常敬重你的，因为什么？你唱的到位，是用心的，祝贺你，不错。谢谢谢谢。好，来三位老师开始。一票，谢谢。两票，张老师。还有第三票呢？谢谢，恭喜你，谢谢，谢谢，有请。从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的身份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其实喜欢戏曲的人呢，真的是在每个工作岗位上都有。来，继续有请我们下一位选手，有请。我是张娇梅，今年53岁。我唱的我自己也很满意，其实水平也可以，就是那个大头一板嘛，从来没搞。板像那么重的那个装在头上啊，感觉人好笨重，吐不过气来。那唱的时候哎，气息可能有点差。其实我没想到晋级，也没什么准备。现在既然晋级了，我就准备唱一段那个小词店喊一声菜篮歌。我这次准备小半，这个小半比以前可能要轻松一点。没那么沉重，我这次一定要晋级，让漂亮的自己在这舞台上越走越远。
也落潭头。你走后我好比风筝失手，在舞台上再次的展现自己，有什么跟第一次有不同的地方吗？要好一点，要好一点，放松一点，不紧张，放松一点。那要好多少呢？好了很多，好了很多啊，好了很多，跟好一点还是有区别的。其实啊，我们在前一次的季赛当中，我们发现选手特别有意思，就像体育比赛里面会说客场跟主场的区别啊，或者什么样。那我们听的时候可能会感觉说啊有点模糊，但是在我们这花喜楼一到季赛的时候，这些选手很有意思，他们到了这里就感觉像到了自己的主场一样的。其实是一个慢慢适应这个场地环境，包括评委老师，包括整个我们的语言架构，整个习惯的一个过程，对吧？今天觉得发挥的还不错，但是不知道评委老师的评价如何。来，三位，实践呢长经验。你看我们这个张娇梅啊，显然这一次的嗓音也好，表演也好，显然就比上一场厉害。嗓音更加明亮了，这个表演更加放松了。坚持下去，我相信随着实践，随着演出多，随着你的实战经验多了以后，你会更加放松，表演也比以前投入了。唯一的缺点呢，就是说你在看这个蔡郎哥不让他走的时候，眼光是不是稍微高了点，显得这个蔡郎大概在1米9到2米的感觉。蔡郎哥就要是姚明的身高，稍微太高了一点。其实我特别理解你，其实就是我看韩露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有这么夸张吗？比那个还夸张一点，稍微高了一点啊。好，谢谢。我感觉就是您肯定是比这个周赛的时候，我觉得整体的展现要好。但是有我听到中间您的唱跟伴奏有很多地方就没有完全的吻合，为什么？我就接下来跟您说说关键的问题。您的唱声音非常好，非常浑厚。我刚刚在跟黄老师说，我声音比上一次这个周赛的时候要好，但是您好不可能一味的全放。刚才唱了一段一直都在放，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特别大声唱的时候就忽略了伴奏，那不行。我们舞台上整体的一个是舞台节奏，再一个就是配合，您跟伴奏的配合，跟演员之间的配合，跟道具的配合，灯光的配合，您都要自己去找，对吧？当然这个对您就是戏迷来说要求高一点，但是实际上确实走到乐赛的这个程度上，那我觉得如果出现这样的纰漏可能就是问题了。今天选的这个段子你基本上总体来说把握得非常好，服装选得也好，就是你最大的应该主以后也得注意的是眼神，特别是你看人的时候眼睛要定住神，你得定着，哎，我前面就是有个人，就是空的也是有个人，这就看了你就不跑神了，你眼睛是就好像是有点散光。但是今天你的声音我感觉还是不错的啊。三位老师来看看是否能送他三盏绿灯，有请。来，黄老师一盏绿灯，胡老师两盏绿灯，有了有了。谢谢老师。好，很抱歉，很遗憾哈，这个张老师一盏红灯，那就止步到这里了。啊，能够看得出来你还是挺开心的，对吧？今天这个结果已经在自己预料之中，对吧？对。谢谢你来到我们节目，谢谢。谢谢，来这边请。湖北黄陵县的张娇雯，从周赛时的紧张到乐赛的从容，一路走来向我们展示了一位普通黄梅戏迷的成长历程。今天虽然没能晋级季赛，但他不断前进勇于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怀念，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能吸取本次大赛的经验更上一层楼，期待与你再度相逢。我是赵培科，上次周赛的时候评委老师针对我的演唱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次乐赛我准备的唱段是花为媒里边的唱段，因为乐赛嘛，面临的对手也会越来越强，所以我希望我以一种更好的姿态去迎接他们，我就希望老师能看到我的进步，看到一个重新出发的我。我现在的微信名已经改成了赵必胜，我希望我能像我的名字一样，必胜必胜。
唱唱啊金刚两害羞年轻的人儿爱不够就是你七七八十八九九年忙着见了他们个闪月在那点头世界上这样的女子正是少有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逍遥小飞车你好表现得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自己非常拿手的评剧对吧对这一段叫什么这一段是华为美里边非常经典的一段唱叫洞房赞啊洞房赞、很欢快、非常欢快、啊来我们三位评委老师哎呀我真的觉得她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女孩就是上次其实跟他聊过了然后这个阿健也说到底什么是哥的腔但是其实今天明显的听到第一句他就有控制而且其实下来以后上一次周赛下来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他的声音你的声音非常好不必全放出来有的时候控制着会更好听包括一些尾音的部分我想不到就是一个人他在那么短的时间会把所有的问题全部解决那么说明这个人的悟性相当高唯一的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没办法这不是你可能很多专业的演员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后头数字儿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评剧就是真的是评剧的特色这个嘴皮子尤其数字儿唱得又快可能稍微不是那么的清晰让我完全听到你的词是说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作为他这个年龄而且作为是戏迷票友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棒了谢谢老师万万没想到一个如此年轻的女孩她的艺术经历竟然如此的丰富丰富在哪里一个作为一个河南人在深圳的建筑公司里面当话剧演员唱起了河北的评剧这一圈绕下来居然你还嗓音清亮吐字清晰这个嘴皮子功夫了得我在这儿我在想我们黄梅戏的戏迷们应该很好的向这个豫剧啊评剧啊秦腔这些演员学习他们的对唱腔的研究包括他采办以后的讲究吐字归韵等等方面我们黄梅戏的戏迷当然了我们专业人士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好像戏迷朋友也要向他们戏迷朋友学习确实人家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们老是只是喜欢随口唱几句好像就觉得不错再看看人家我感觉到我们差距还是蛮大的我不是打击我们黄梅戏的戏迷们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压力这种压力是好事儿我们希望能和他们一样精彩多好啊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吗好吧我感触良多谢谢老师哎呀黄老师你太谦虚了通过我来这个话戏楼啊我感到咱们安徽不得了咱们这全国的这黄梅戏的这参赛的赛手是真是不错呀好多我们都没法办说两句话一是名额有限我们有的批开掉了但是黄梅戏真是好听入心的好听特别是我们黄新德老师我跟你说少得的黄梅戏的白马王子真的谢谢安慰啊刚才那个选手那个男的唱的你那个段子他虽然是学你的可见的你的唱的多好他都把我都给唱迷了胡老师说你就刚才谦虚了我再恭维你几句这个你张无可今天唱的这张无可这段段子唱得非常好今天我感到你的吐字啊用气啊包括你的那个舵板啊吐字哎就感觉今天你的气息掌握得特别好我真担心啊你的放今天嗓子放不出来因为你的嗓子属于的特别甜美的就新派的那一路但是今天呢我感觉有你自己的特长你的自己的特长就是嗓子我该放了我能给它放出来这点很难得我们河南许昌的妮儿啊唱评剧唱得这么好我作为河南人我问你
骄傲，也为你高兴。好，谢谢。谢谢老师。三位老师是否能让他顺利晋级？有请。有请。上一场昭君初赛，因为紧张，没有发挥到平时的成绩，因为我没有上过电视，我也没比过赛。虽然是紧张，但是我也能沉得住气。昭君初赛这一段挺难的，他又要唱又要做，老师对我评价了，扮相很好。有点缺点就是，因为很长时间没有演过，脚下的基本功要差一点，这个以后我要经常练练。月赛我唱的是乔装送茶上西楼，是一个男扮女装。这一场我尽量你注意自己的不足之处，首先我要注意自己的脚下功夫，再注意自己的表演与唱腔，尽量的发挥好。
西楼上，有只见方小姐她活一二年，走上前去将她来唤，不哭说胡言，爸爸爸爸爸爸，我是钱小姐，来吧双喜年归。范小姐新红哈，嗯，你好，你好，你好，这次没有带几个自己的伴舞上来，送香茶，这一段时间呢，好像送香茶特别多，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反复的这个有人选这个段子，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其实我觉得对于选手来说特别难，为什么？因为，老师不想比较，他也会概念里面就会有一个比较，而且如果说。大家水平都差不多，你没有能在这一群印象当中，老师的印象当中突出的话，就很难拿到非常好的。不讨巧，哎，不讨巧。三位老师，王新红这段呢，虽然许多选手都选择了这一段，我认为他在和其他选手比较，他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他的男女就一会儿男一会儿女的那种界限比别的选手清晰，对吧？他实际上尤其注意到他要注意到男子的气概。啊！忽然发现他很快要变个女的，要不然给人家看出来。他这些东西他比较明显，有好多选手模糊了。第二，他声音显然明显的比周赛的时候好得多，可能是紧张，可能是这个林子胡伟一弄上，大概又坐又蹦的，可能声音不稳定。那你现在稳定的多了，身段也比较规范。我有个小建议，如果你上楼的话，端着茶盘上楼的时候，你再讲究一点，比如说抬腿、垫步上楼，再城市一点、城市化一点。因为我注意到你的过门足够了，上了楼以后转一圈，发现小姐在那儿，从发现你这一段这么长的过门，完全够你慢慢的来表现你的戏曲的特点。而你操就轻轻放过了，我觉得这就可能我们黄梅戏迷啊，大概还不够专业，或者不应该批评戏迷啊，就是说可能我们这专业人士的将就太多，让戏迷朋友们也犯糊涂了。我觉得今后恐怕在这方面，从我们做起，可能要更多的告诉戏迷朋友，我们要讲究一点，我们不能将就。其实不难，注意到就可以了。有人说，你能听得进去，再稍微练一下，又不是什么高难度动作，又不是什么绝活，完全可以解决。好，就这么一点小意见。好，应该说西楼会这一阵特别多，但是确实您表现的还是不错，因为我觉得跟他自身条件有关系，他的个头相对高一点。那么包括就是你这个上来，包括小声的一些东西哈，我觉得还是比较规范，嗯，但是我觉得走到粤赛的这个平台上，又是这一场，我真的觉得是高手如云，嗯，如果这样来衡量的话，可能包括咱们唱腔中声音很好，唱腔中有很多不太稳的地儿，有的时候快一点，有时候慢一点，尤其是尾音收尾的地方，嗯，包括我们的脚底下从上来有点蹦。这没办法，这个功是要一直练才会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毕竟您这么多年已经完全扔掉了，这样已经非常不易。
嗯，总体完成的不错。王新红，今天你演的这一段戏我看的多了，但是今天你一上场一亮相，我就感觉你是个小生，是男扮女装的，一下你把这个身份交代出来了，这是最难可贵的。好多演他唱了半道了，我还不知道他是女扮男装啊，男扮女装看不清楚。你这一上场一亮相，像个生角，哎，但是后来就是个扮的旦角，特别是你那个准备上楼的时候，哎呦，我得注意，我得学那个女人的走，你还笑，学那个这个小细节呀，我感觉你都表现得特别的好。就是上楼的时候，就刚才黄老师提到的，上楼的时候楼呀往上看，哎，往上看，下楼的时候往下看，就这么一点，注稍微的注点意都行。今天唱的也不错，嗓子放得开。其实这个戏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都有说过，如果说平时不太看戏曲节目的朋友，一下看这个人物身份恐怕都看不出来。所以刚刚胡老师说到了，就是他一上来的表演能把身份交代出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韩露现在知道吗？他是这个戏里面的角色，他是男扮女装是吗？他本身是演了一个男生，对，一男一女的感觉，他等于是女生扮男生扮的女生。本来懂了，给你搅糊涂了。不糊涂，不糊涂，她自己本身是个女生，女生演一个男扮女装的人啊，所以是女生扮男生扮的女生，所以说很难。是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三位老师是否让他晋级。有请黄老师绿灯，胡老师绿灯，张老师有没有？有没有？我觉得到月赛可能。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三位老师是否让他晋级。有请黄老师绿灯，胡老师绿灯，张老师有没有？有没有？我觉得到月赛可能，相对衡量，可能您的水平就相对弱一点，抱歉。谢谢，谢谢王新红来到我们节目，谢谢，再见，谢谢。作为一名离开专业剧团30年的演员，再度登上相约花戏楼的舞台，实属不易。太长时间的离开，使他在表演中出现了不少的问题。面对种种困难，他没有退缩，而是选择不断前进。虽然此次没能晋级成功，但他像一个个困难挑战的精神，令我们鼓舞。这样的话，在本次乐类的比赛当中，我们总共晋级了4名选手。我们告诉大家他们的名字，是一共4位，分别是石云慧、文继岭、何慧敏以及赵培科，恭喜你们！我们期待他们在季赛当中更好的表现。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您的守候，谢谢我们现场的评委老师辛苦的工作，我们下周再见。你不是专业的，所以我们不提过多的要求。专门为了你下场，我们得调一支乐队过来，没心没肺的角色也这个没心没肺的。我就怕万一不晋级有点丢人。祝愿他能见到我。